我敢应该这么快。清娇，你别安尼啦，你大腹肚你别安尼啦，清娇，哦，喂，你别叫啊，清娇，清娇，清娇，你不要紧吧？你赶快站起来。啊，我不要走。 我不能出天爱，奶奶啊！我不能，哥要紧。你听我卡电话叫救护车无？我电话上高雄班，就电话给。来，啊！今明是要讲啥？囡仔都拢无啊，今麦我甲伊之间，佮有甚物关联？ 那是你免赶紧啦，你吼先困一下再来啦。要不是，你若醒吼，我是来讲。就是安尼，好，拜拜。伊尼搞啥？搞啥？拄则主治医师已经向我报告过啊，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哦，你即马免伤过烦恼，你嘛应该等伊好好休困一下。我拄则有困一下。 这个真正多谢你斗相共。哎，这拢是阮应该做的啦。是讲啊，阮便宜拄好拄着疫情的活动，佮加上血库的血无够，加载啦，不去影响到急救的时间，那无我得真正对你真歹交代。袂啦，你先客气啊。啊，是讲你哪会甲武汉关有熟识啊？你嘛知影以上。 天虹吸金案啊，遐尼大个新闻，啥毋知影？虽然讲我不哩甲人投资啦，也毋过过去嘛有听到一寡医师伫咧讲因三个人偌惨呀，伊就是金主之间毋是有被通知，拄拐出来无偌久，是好奇啦，啊你哪会甲伊即款任务有牵连啊？啊，伊刚去白有熟识啦，啊有头拄跋落来，拄好叫我看着，我们即家伊哦送来病院。 哦，敢是拄好，敢讲毋是张志成叫因后生甲我送落楼？你相信啊，安尼就好啊。第一次张志成来，我好代志要问伊。郭先生，我是即间病院院长，你即马需要怎样？是啦。 你是唔通遮尔啊激动？那一下哦，才拄啊转去尔，卡，伊才做咩物件烦恼啊？又来啊！嗯，你甲讲啊，就算我无讲，你伫个酒店发生遐尔大个代志，伊哪可能唔知影？听起来，这个武汉官甲张志祥无冤枉，那你请求解雇有甚物关系？ 为什么特别关心伊的状况？在想啥？那样你关心关心。 无啊，那我在想啥？啊，我就在想一寡病院经营的问题啊。我出门的时阵，你就无伫咧啊。今日真来遮早就来病院啊。我先去回去吼洗一下啦。啊，咱兜的兰花毋是一直拢袂开，我着专工去问头家讲，看要安怎种啊。
六关红衣都还没再烧嘞。青玉在骗我，到底为什么？陛下，无啦，恩赐啦。哦。啊对了，我有叫助理吼，甲你买好早顿啦，我先来去开会。唔免啦，青玉。玲玲，你咧创啥？这是咱上班的所在。看你的面色这歹看，予你一挂温暖啊。我面色敢无好？无代志就好啦。嗯，对啦，那是讲你进前爱我卖提拔江博文，那是因为。因爸爸是天虹集团三巨头共有嘞，也毋过咱即马病医家拄替另外一个金州籍动手术，毋知你是毋是会影响到病医形象无？就算讲是宏观的人，伊嘛是有权利接受医疗啊。何况即马只是普通人尔。无啦，我就想讲，你一向真注重咱病人的形象，我惊有一挂人哦，伫个网络顶面写一挂有诶无诶，破坏咱病人的名声。不管病人是啥，对我来讲拢同款啦，该救就是爱救。我拄则有去武汉关的病房啊，已经醒啊。虽然讲伊受伤真严重，也毋过应该是无要紧啦。毋知是毋是因为迷信的关系，听讲十年伊得换一改名，伊个去整容改运，名也是运气真好，受伤遐尔重，可以当活落来。你甲我讲遐侪伊的代志要创啥？我也无兴趣听啦。你怎做我帮啊？林太太，你喊名喊甲大声一声，我去你的房间，隔日拢叫袂醒。你是房底啥？我都去房着个无缘的迄个囡仔啦。迄个时阵，我都一定特别笑话啊，结果去发生车祸。你敢有印象？敢讲迄个囡仔真正生落来都无去啊？你就是因为最近爱乌白想啦，所以才会睏袂好啦。迄当时我唔肯甲所有细节都甲你讲，就是惊你的艰苦，会拍歹你的身体。哇，你得卖去问阿妈，卖想啊吼。我看有可能是因为咱最近啊想食冤家啦，所以才会你心情无好。当时我应该爱加体谅你一寡。要经营一间白衣，确实是无简单。不过我希望，你以后在外面头前，唔那是一个董事长，你也是我的太太啊。你敢知我做思念，我做思念迄个脾气倔强又搁单纯的青玉。哎呀，可能是我这世人无法度生囡仔，是心内上大结，嘛无法度。予你一男半女，我感觉对你真正足亏欠的。不要紧，我拢不要紧。无今日这，这嘛是一款好命，对吧？看起来青玉甲吴汉光应该有熟识，为什么伊唔甲我讲？为什么一阵啊开始梦到迄个囡仔了后，吴汉光就出现了？